于这五年外，我发觉到吼，你结束好讲话，而且辩才无碍。伫这段时间，尤其这届总咨询内底，我是排最后一位。议会的议员吼，只要是若有讲到你的在行政上有不是，立刻反咨询。佮而且吼，我讲甲义正言辞安尼。我知你即马民进党的吼，现主席是如日中天啦，讲啥物拢对啦。我知民进党即马连办会吼，佮会使无代志，国民党的连点灯都袂使。伫这段时间啦吼，所有的包括议员甲你咨询的吼，我嘛看真济啊，尤其恁本党的。大家安尼甲你歌功颂德，足惊得罪你的。因为吼，看到你这段时间，尤其这一段话来表现吼，大家拢知影讲，若得罪你吼，下场一定拢足歹。尤其恁本党的下场，你毋知感觉有感觉无？你无要回答吧吼？哦，不要紧。你阁真厉害，你包括去年吼，无要入来议会受监督。你上电视也讲到哽咽，那阵议员安尼甲你足欺负安尼，是你无入来议会，受议员监督是欺负议员呢。所以我感觉你吼，我感觉你真可惜，你无去做演员。好啦，市长你请坐，你请坐。这拢是报纸报的，如果你若无讲，就是报纸黑白报。来，拜托一下。1982年吼，12月20日，这自由时报报的，咱岸边的两个跨港大桥吼，台南市政府讲一定建。到1984年3月27日，自由时报阁有报道，中央若无补助，咱地方嘛要设法家己做。市长，这是毋是咱市府讲过的话？你敢有要回答一下？你可以把報紙拿出來看看嗎？報紙拿出來看看嗎？你現在是說沒有對啦，因為應該是有一個完整的說明啦，完整的說明啦吼，是幹部局長給你請示，這都是幹部局長給你請示的。對，我意思說因為他的報道吼，應該有前因後果。啊，不，好，沒關係啦，你現在要看報紙，我事後我再拿報紙給你看。好啊。你啊，做市长做五六冬啊嘛？是。啊，我阁甲你请教一下，安平你有啥物建设？代表性的建设？安平。嘿嘿，你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你一冬800亿的预算伫你的手咧分配，今年第六冬啊，要讲起来，挂中央预算，上届无嘛5000亿啊。啊，我甲你请教一下。5000亿是包括你的薪水。对，包括你我的薪水。对啦。对。啊，我即摆是咧讲，你个无你，我阁甲你请示一下啊，请教一下啊。在你的任内，安平有甚么重大建设无？安平包括咱迄个污水下水道嘛，接管率都持续在进行。迄个市长，我给你下一个，不要紧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，看一个，不要紧，我后你回答。包括讲咱迄个安平的水利建设经费嘛。水利建设经费，我给说嘛，经费开足多，我知影钱开足多，佮无建设。我跟你讲吼，来，你听我讲嘛。我听你讲。哦，你讲水利建设嘛，吼，100年到105年，总共11亿8000多元，包括污水下水道系统、水资源回收中心、台南运河的运河的排水的截流工程，也包括安平运河沿线的这个景观。新建工程等等，你讲的这污水排水、雨水这部分，这拢是中央的预算，拢中央的预算，而且这预算吼，我们市政府也有，这是拢有编的预算呢、啊。我跟你讲吼，这一部分的预算啦吼，1/10，确实咱由咱台南市政府90%啦，甚至90%啦。拢是来自于中央的，而且污水唔是你的任内争取的，迄当初是柯店长的手稿，就是准啦。啊，你唔是问讲我的任内做啥吗？对啊，我你的任内，这是延续落来嘛。啊，我起码是讲你的任内，你个。
迄嘛是我去执行啊。对啊，啊你执行，啊这拢是过去，无啦，咱来讲，不要紧啦。你的任来做啥？你咧讲着讲污水下水道遮是柯点仔的任来延续落来，啊你若讲是延续做到你，吼、哦。啊，那是你的政绩，我嘛不会讲了。他任内做的，梁进没有关系。好，没有算进去。我起码跟你讲讲，如果是延续落来，东山市的经费延续落来，你做到去嘛？那条桥你嘛当讲了，望月桥你嘛当讲了。不是你误会哦。我不爱误会啦。你如果那是他做的经费，我没有算进去。那是算你嘿，哦，安尼我不会讲。他的经费我没有算。啊，而且我起码是个重点，是因为你延续落来工程算你嘿，不要紧。可是。上基本，这咱只有有讲过啊。啊，我即马甲你请教一下啦。重点啦，咱即马这个跨江大桥吼，北是61号也拢做好啊。延续加这个汽车大桥来到趟这条渔光，趟了这跨港大桥以后，再衔接那个渔港大桥出来，所以这条桥是非常的重要的道路。包括观光也好，疏解交通也好，但我即马请教一下，恁咱市政府阿公拢要做，啊，定是要动工啊？因为，敢袂当甲咱解释一下好不好？我甲你说明一下吼，现在是这样，我们的有两个问题啦吼，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因为安平的跨港大桥，交通部跟渔业署啊都不认为那是他们的负责范围啊。啊、第二个呢，就是说这个经费还是另外一回事。最严重的是高度的问题。那、啊、你如果高度要拉到很高的时候，变成渔光岛啊，整个生态可能就会破坏。那、啊、这部分是一个比较大的困难。我现在是问看你，这个高度吼不是问题啦。你若讲经费，我还可以接受了。高度才是问题。好，那高度是问题的话。因为吼，简单讲就是讲、哦，你如果啊，你家己讲过嘛，重点咱只有讲过嘛，我资料我阁会报你嘛，是啊，吼、哦，定时要动工嘛，你上届无讲基本的建设爱做一项啊，啊无你嘛要离开台南市，要去到新北市算也好，要去中央也好，无你嘛有政绩通讲，无啦，我哦对不对？我头如果你这时阵啊动工了，未来人嘛讲这条桥是你做的。我们也盖了学校啊，我们盖了新南国小。金城国中就拢说来伫安平内底啊！啊，好啦，你虽然住古堡路，但新的四级的家嘛爱成啊！不要紧啦，不要紧啦！你讲这是你的政绩、嗯，我也不反对你说这些话。迄当阵时人迄柯点财安尼用心计较咧处理的，吼，没有关系啦。我起码是要问看你这条桥当时开当动工啦？目前还没有办法说出动工的日期。安尼以后你要安那离开台南市？去到新北市，去到中央啦、啊，你看有啥物政绩通去甲人讲？无啦，安平的。无啦，我是即摆甲你提醒啦，这条桥是非常重要嘛。啊，你当阵时，你是100零2年、104年，咱市政府哦，后向咱的新闻记者拢有讲嘛。嗯、这条桥是本身也讲，伫你的任内嘛，讲4-5年啊嘛。啊！结果到今嘛，你跟我讲这句讲，拢无法度通做。其实吼、哦，那照你的讲法吼，这条人我做起来，你嘛袂算讲我做，因为这是许市长开始讲的。安尼你规些拢卖做，对不？啊，那像你所讲的，那照你的标准的讲法，等于讲这个我即使做了，也不会算是我做了、啊，因为许市长开始讲的。你讲新南国小、金城国中，讲你的政绩、嗯，我嘛讲对，安袂好啊？你说你的政绩啊？好，敢是？我那的确是我没有啦，我迁移的嘛。我底下吼，萨卡利巴我给刷掉。是的，我今仔日唔是要甲你辩啦。没，我嘛唔是要甲你辩。遵照污水下水道过去柯点仔的手林来争取的，你完成的，免紧啊，算你的政绩。我嘛认为这算你的政绩也没有关系啦。这点吼，哎，咱来修正一下吼，就是讲这个污水下水道计划是中央的重大政策，许市长任内他做他的任内的工作。啊，你改动这你的政绩，我不反对啦。我的任内做我的。哎，是的，我唔是直接要甲你。我直接不是要跟你相骂啦，我直接是要跟你争取地方的建设，本色直接是要争取地方的建设，不是要跟你有任何分歧啦。安尼真好啊，安尼、啊。对啊，啊，我要跟你问看，这条桥是这主要的道路连贯的，要问看你当时人动工，你到今仔日，你也要做啊要落力嘛？你跟我讲，这条桥无法度通做。你要安怎对市民交代？我头跟你讲有两个问题嘛，第一个就是讲。
中央没有一个单位愿意负责吗？你要安那对台南市民交代，我唔知啊。未来你家己发新闻稿，你家己交代。我阁请问，来第二，来我请教一下吼。咱迄条桥就是悬跨，吼安平跟渔光岛，这条桥非常重要。重要以外，咱这个渔光岛，香港大家拢是称呼伊东方明珠啦。咱台湾明珠吼，我相信，如果若称呼这个渔光岛吼，是刚好而已啊。结果咱这个渔光岛，这么啊，这个渔光岛是这么啊好。资源这么好，你看，我伫都市内底，毛机场、毛古迹，这么啊侪资源集于一身，结果咱渔光岛会当中位啊，结果你无要中位。迄落，市长你请坐，大局长，我请教一下吼，伫工作报告内底，嘿，咱有请教讲渔光岛是毋是会当中位啊？应该是安尼讲啦吼，伊即块是个重划，咱有分两个部分。你若讲迄个即个南平的部分哦，南平主地区、上下区遮附近的吼，一部分会当重划嘛吼。对，这部分阮是会透过通检哦，再把它重新做个调整。好，我知道一部分能够重划。对，但是北边的部分哦，困难度比较高。那部分我知道，来，你请坐。市长，即块是公道吼，伫民国98年。考点在林内，就同意会当重划啊，一部分会当重划，结果到你的手，到你的手完全拢无要办，拢闲置伫啊，我嘛讲五档啊呢。啊，这个你敢拿这个渔光岛若是重划落去了，会带动偌济观光客来到咱岸边，来到咱台南市，而且它的商机是无限的。咱会当该塑造为台湾的东方明珠，嘛会当作为台湾的帕塔亚，结果你拢无要做，我怪你无政绩啊，唔免开足济，这个若是中位了台南市民就对啦吼，我相信完全利益，这个中位是用公办中位，结果你无要中位啊，啊你无要中位无大劲，你即马。你即马甲一寡心思拢用伫其他诶，你像洪玉峰议员讲，李武成夜市啊，迄个地，赶紧来要来解编来重划，敢有需要遮急？敢有需要遮急？如果是急迫性的话，我相信即个渔光岛比武成夜市啊迄地搁较急迫。罗议员，这个渔光岛的重划已经在进行了。好，他都话都发局局长跟你说明嘛。那另外来讲，这个土地哈，伊要定位第一的地主是国有财产署的，这个你也知道啊。地面上占用户还有私人的庙宇也很多，这个你也清楚。今天如果国有财产署地主他不要，他不愿意去拆除这些东西，其实我们市政府，像你讲的啦。我跟你讲啦吼，遐个地啦吼，有国有财产局的，是啊，有干部局的，吼，有农林迄落农林署的，吼，啊，佮有台南市政府的，啊，有民众的，有遮个土地要厘清，毋是遐简单。可是若像你讲的讲，遮个土地若无，就是因为无当厘清，所以人要入去投资，无当入去投资啊。如果你今仔日若赶紧来，若来重划完，我阁讲过，即民国98年阁当重划啊呢？毋是今仔日旧年，还是今年才当重划呢？民国98年，你还没有当市长的时候，许天才市长就可以规划为重划，结果你拢无做啊！重点是我讲是安那，即几年来一直甲你反映，咱即个宝地要去开发，你不去开发啦。算不着遐个地，就是因为遐区遐个地吼是足复杂，一定要透过重划，你来厘清遐个地的地脉，互人要入去投资，会当你足清楚。结果你拢无爱啊，到即马，到即马，搁看伫遐地上物嘛，我知道地上物，得
倒一个中位，倒一个中位无地上物了。他这是被占用地主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哪一块哪一块地要重划没有地上物？我这边讲的是讲他被占用了，国有产属地主没有地上物。我告诉你，再怎么占用都有赔偿的办法，只要是你肯开发的话，那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国有财产属，可是你没有心，你无心道理的家，你造成这个地底下荒废，你敢来这块地的内面的狗啊，比人较侪啊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安平的，你知道吗？渔光岛的流浪狗没有你说的那么多啦，哦、我们有去调查过。啊、你爱偌济啊？你到底爱偌济啊？无啦，无你讲，我跟你讲哦，市长，望一下良心，望一下良心的啦。是。安平区的乡亲吼。是应该足听你的，嗯，安平区的乡亲的人哦，是大家足善良的啦。你敢知啊？我们在渔光岛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了，我们会做地景艺术了，像日本指导这样子。我跟你讲哦，今年就可以开始。地景艺术哈，是烟火式的建设，绑起来。不是了，地景艺术它可以留下来。我跟你讲，迄个是，我跟你了解过啊嘛，迄拢是烟火式的建设。遐钱开了一昙花一现嘛，那对地方根本就没有好，没有延续的好处嘛。如果若是要真正好，就要重新来规划嘛，重新重划，啊，让要入来投资的人会动。重划。我即摆是咧甲你讲，亲像你武城也是啊，即个也无咧赶紧，啊，你赶紧要来做遐，那個、啊，你这边只人个蛋诶。那个监察院都纠正过了啦。你不要再给我。我阿哩，我跟你讲，如果那是伊目前啊，其啊没有解编的话，没有重划的话，您敢没？您敢没违法？您敢没违法？违反监察院，包括那个内政部有要求，讲一定要定位这地无，一定要征收这地无。我们是全盘规划，我没有征收哦。我跟你讲，征收的话才是真的图利他、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要求你征收哦。重划哈、哦，我要求这地爱比。目前也是要较早开发啦，这得比目前也是要搁再必须性更加重要性啦。我们都在进行啦，你没有进行嘛？刚刚当来个是拢安尼嘛？吴局长已经跟你说明了，已经在进行了。吴局长跟我说明是可以重划，我跟你讲过，可以重划的时间是在民国九十八年就可以重划了，你可以看资料一下。我不想跟你辩，因为我想在这里。替地方争取一些建设，我嘛无希希望要得罪你，可是我嘛爱真正，我爱讲出来。我跟你讲，我阁重新跟你讲一届，如果那是这个地呐，还袂重划，还袂动工，还袂重划。你可不可以讲完整一点？没有，我重划重划后，你希望变成怎么样的愿景？我跟你可不可以讲一下？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局长你请坐。局长，你请坐。局长，你也请坐，不要紧。冇紧，冇紧，嘿。这个地呐，如果还袂重划，你我目前也是迄个先我重划。我跟你讲，我绝对带阮乡亲来跟你抗议。我绝对带阮的乡亲，这地是比目前也是啊，搁较急迫性。你唔重划这地，你给我重划迄地，赶紧。我跟你讲，外面讲的这么纷纷扰扰，大家拢讲要目前也是啊，遐个地主。买遐个地是你好朋友，这绝对不是啊！我嘛知唔是，可是你卖互人感觉你做这个代志有去道理嘛？没有，我知影你没有你嘛？我知道你没有嘛？我也没有说你有嘛？我两句话就好了。第一个，咱若要甲征收，爱用市价。我无可能征收。我知影，我是要互比较，互市民听有啦。哦，我跟你讲，你比较免紧。今天你若要起学校，免紧。我跟你讲，我只一个要求，我只有一个要求。我希望渔光岛的重划比武城夜市啊更加早，因为这地的急迫性比迄个武城夜市啊更加需要。我们不是只有针对武城夜市，那个是内政部的政策，我们是通盘。我跟你讲啊，卖个内政部嘛，无要求一定你爱征收迄地，爱解编迄地。我们也包括其他的地方啊。如果那是你这地啊无解编，你有犯罪无？我相信不会嘛。已经被监察院纠正了、那这纠正的更加爱纠正你这地啦，我讲较实在啦。好，来，低碳城市，这是我们市长你一直在
标榜的嘛，吼。啊，你三月二日去剪彩，三月二日你也有发帖给我啦，我无记啦。可是我所了解，咱的低碳城市，我们电巴、电动巴士是毋是爱插电？结果你用急救章诶，急救章无用插电诶，用啥物？用柴油的发电机，所比一般这个公车摆出来烟就对了吼，较严重。你这沽名钓誉嘛？你敢知迄段时间影响遐住户，遐生活品质，是毋是？你要讲一了话，来你讲一个。那个这件代志吼，我是爱甲你说多谢啦吼，感谢你。我甲你讲，市长，我阁报告一下，你莫甲我说多谢，你爱甲咱的家。影响到遐厝边头尾，家己回去失了一两个。我是安那讲，要甲你说多谢了。因为这件代志，包括交通局，包括我个人，拢唔知伊个电的来源是柴油啦。我想任何一个人拢知影讲吼，伊这款的行为是不应该嘛。所以当发现这个事实的时阵，阮交通局局长就马上要求伊改进。这着经过规定，无啥物讲，阮明知影。啊，因遵义安呢？啊，再来讲低碳城市、沽名钓誉，这个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你要至少要我开记者会，无你嘛出来回应一下，讲啊，因为造成着遐厝边头尾遐空气的品质不好，而影响到他们的作息。哦，你嘛爱甲表态一下，结果你都无啊。哦，所以市长，你做好，我会甲你学了。可是你实际上这种半吊子的。你敢知影影响遐住户？不，再来一点，你把那里设为电站，你敢知影即卖电站，或是公车的转运站，或是电类似这种站呐、啊、吼，拢设伫倒，设伫工业区的用地，或者是农地。你敢知影阮即个、恁即个、咱即个站吼，周围是高密度住宅区啊？高密度住宅区吼，设置的站吼，这邪恶设施是犯人徛的，你敢知影？充电站不是邪恶设施啦，啊、哦！我跟你讲吼，因为我前两个月我去美国嘛。市长，我跟你讲吼、嗯，早上六点吼，这台车个出出入入，这台车个出出入入吧，哦，六点开始个车个非常侪出出入入吧。那恁厝本地是住伫遐是做平静的，到六点外遐个出出入入。你敢袂当接受？所以我希望讲吼，我讲你甲局长讨论一下。我来请局长。那会当吼，那会当刷位吼，局长，这是良性的建议。如果能够把这个电站把它给移走的话，我希望把它给移走。那是那里的住户要求我在今天在议事厅里面，哦，向您建议，这个电站快当刷未？哦，我甲您拜托一下。好啦，你要报告，人家给你报告。你要报告，你请坐啦，局长。好，来，登革热，那个卫生局长，我请问一下哈，今天是六月十五号，是。那今年的登革热有几例啊？咱伫一月份以前哈，五十三例。那三月二十二号的时候有一例，那到现在已经再过接近三个月是没有病例，都没有病例嘛？是。那你今年二月、三月好像拢要求恁爱补药吧？一般环境用药是环保局，就跟以前一样，啊、哦，他有统一的这个招标的厂商去喷药，哎、啊，在区公所那边执行。五尼。去年的执行哈，我听说了哈，去年的执行没有像今年的执行这么顺啊，是不是啊？一般环境用药一般是在区公所跟环保局，我不太清楚他们喷药程序。哦，都是环保局嘛哈。是，就一般环境用药的时候。啊，环保局去年哈是，恁爷啊熬过期四个月，熬过期五个月，啊，伫咧采购的过程好像有一点延宕。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报告议员，这不是事实了哈。我们实际上喷在喷，不管是在三月、四月，环境卫生用药都是正期的药品
哈，那这个都是公所发包给去年哈，给 PCO 业者在执行。去年你们没有进议会受监督啊，在一些执行方面哈，没有任何一个议员能够管得到你们，这有确实无？确实的啊，我有倒一句话讲唔对，去年我拢无得监督着恁嘛，去年有一挂话要甲恁建议的。包括民政局长、民政局长，公所一挂议题问题，我嘛无得跟，无得人甲你反映。议员，去年阮拢有礼拜议会，唔是无呢。阮所有局处长拢有礼拜议会和议员备询呢。你行过地方啦？睁眼说瞎话。事实啊，不是睁眼说瞎话。议员不能是我讲事实，你就这样子的态度来回应我、啊。我没有什么态度，我还是我只把去年的事实告诉议员、哎。我们去年所有的局处长都有进到议会来，有没有？请你回想一下，确实是这个样子。现在的社会的文化吼，就是小钱，钱啊，就是迄个体价。不，这不是钱啊，这是家己的事实，讲给你听嘛。你身为一个民政局长，你竟然睁眼说瞎话，我没有意见，是属于公端呐、啊。哦，去年市长你无要入来议会受监督嘛？哦，结果去年这个时阵，卫生局长，去年这个时候病例是多少？今天是6月15日嘛，哈。对。那我们去年是5月21日第一例，到7月17日的时候是51例，所以各差一个月以后才有51例。好，51例。去年的登革热比今年还要严重再严重，一发不可收拾啦。在迄个当中吼，我根本那个无多人甲恁监督啊，最基本的在议会里面。市长，你无要入来开会，你讲这官员有只 stand by 也好，可是嘛无法度通开会啊，不是吗？哦，质询的时候、备询的时候，我们也都有嘞。去年有备询吗？去年有质询吗？市长，去年有来质询？议员，我甲你说明较清楚啦。哈，我固然没有进来，但是您委员会你开会的时阵，局处首长都有备询。去年在这个时候。登革热的案例大概20-30例而已。你身为一个在委员，你们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议员谈到登革热疫情啊，没有谈到。去年，包括卫生、环保、民政进来接受你们咨询，没有谈到，没有一个议员谈到登革热，没有谈到登革热。我说去年，去年都没有谈到登革热，去年没有开会，怎么谈到登革热？有开会，委员会你搁想看麦，委员会开会的时候。局处首长来有到议会来接受你们咨询，这个市长吼，我讲的是事实。你起码是讲你不进议会，我是说，首长，我跟你讲吼，局处首长拢有几百。你甲你专搞的文文万万，跟他没有恩怨，我是反对贿选。跟他没有恩怨，结果因为你口口声声，你说你跟李全教看到李全教怎么样，你不进来。开嘴合嘴拢李全教，结果你害阮欺阮台南市56个议员，结果你无要入来，你也伫电视讲甲哽咽，那阵只个议员甲你欺负。今仔日登革热，去年因为你没有进来，好了，麦公你没有进来了，我们算了，我们不要说你不没有进来。这些官员如果。因为你们议员没有办法咨询到你们，而让你们螺丝松了，而造成这种灾害的话，这叫人为啊。议员，去年我们该做的事情，我们从年度开始该做的宣导，那也跟各区各里的搭配的处理，我们都有按照时程在做，并不是没有。我觉得要把事实说清楚了，而不是说用一个概论的方式，然后就要把它模糊掉了。我没有概念。遵责令免负责任，也袂要紧。你若无爱去负责任，我也没有话说。请坐，你等伊，你请你等伊，袂要紧。你三位局事局长都请坐。你无爱负责任，我拢袂甲你要求。可是市民
看在心里面。市长，咱去年咱的登革热往生112位嘛，吼，甘是？是，没有错。那病例是28000多个病例嘛？22000，嘿。22000还是28000？22000。哦，22000。你在媒体，包括监察院约谈的时候，你说，因为我们的官员很努力，所以我们预估我们的病例超过45000例嘛？这中央的预估，是你的预估吧？你靠中央预估的。好啦，你个公安的嘛，中央的由中央去讲，为什么都是你在讲嘛？中央有讲，我才敢讲啊。中央是谁讲的嘛？包括卫福部，什么卫福部？我个妈，天欧龙听你讲的嘛，我都是听你讲的嘛。另外，那像你讲起来，另外学者也这样预估啊。像你讲起来，就是咱去年咱的预算是要2万，差不多2万几变4万几，往生112个，但变往生200几个，你的意思就是？去年的登革热400几位，啊，阁无够济啊，吼。不是这样子，吼、哦。无够济吧？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预估啦？今年会得几例啊？我们会全力以赴防治的，因为这吼、哦。你讲安尼无负责任，你讲这样子这种回答不负责任，你是后面才放一个炮，讲阮个是做认真。我告诉你，这态度问题啊，给他你今天登革热这么严重，你们完全都没有就责。所有的官员拢唔免负责任，那个卢，你是市民给你算出来呢？卢言，你们没有一个负起任何的责任。你看，我看到心袂疼，台南市民吼，真正对你有够好的。你看，你登革热这严重，400几位，台南市民在听的嘛，讲我嘛是要投偌清的。你看台南市民看对你偌好，卢言是足善良。真正是足善良，你敢知影？关于去年的登革热疫情、哦、我已经在议会，也在市府市政会议都公开道歉，跟市民道歉。哦、那为什么？那行政院张院长、卫福部蒋部长，包括环保署的卫署长，肯定台南市去年的努力，这个是事实。好，那我请问一下，那今年为什么没有办法设定目标？我请问一下，我时间未，我唔是卖你回答。好、哦，是。我时间未有，所以你若要回答，袂要紧。你等一下，再回答。哦、我请教一下吼，去年的登革热是，人高雄市他们的慰问金都有20万，那在台南市议会也已经做了一个决议，做一个决议，讲无安尼，咱来要求咱市府单位、咱市长该发20万的慰问金，是安那？你爱不爱发啦？高雄的慰问金我们了解，那是有低收或是有困难的。生活有困难，他们才给，并没有说登革热死亡就花给20万，并没有这个事情。没有没有，人我说我的资料是每一个往生者就是20万哦。没有，我有请我们社会局了解，就结果不是这样子。结果不是这样子。不是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是这样子呢？因为我的了解是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爱甲台南市民回一个信呢？我刚刚已经跟你说明，我去年就已经道歉过了。没有，我是说，你台南市是你的，你所爱乡亲嘛，对不对？对你啊，你是台南市民，给你算出来嘛。刘议员，那个，那我来补充好不好？好。高雄市哈，因为登革热哈，然后去做，20万补助金的只有一例，而且这一例是非常特殊的，是说他因为是在气爆灾区感染登革热而致死，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并没有每一个高雄市民因为登革热，然后他们有20万的补助金。那我请问一下，在议会做决议，这几个家庭要好，关于会当你做，会当让你听一趟台南市民的，你为什么无要做啦？因为老议员，当然议会的决议，我尊重。在法律上你是合法的，你为什么卖做啊？哇，这个就是讲，到底安尼做是唔是对未来防治工作有帮助了？因为这算我跟你讲，我讲一个数字。咱，我跟你换一句话，我跟你请教，咱讲狗的结扎费用啊，
五年本千几万，就你的第二预备金也动用了1000多万。就算是就单是狗的结扎，就花了台南市的经费2000几万呐、啊。哦，啊，你看，咱今仔日做一个决议，你第二预备金4亿，议会议员全体无分国民党、民进党，拢拜托你去慰问加登革热的那个死者的家属。你都无爱就是无爱。去年哈、哦，2万多个病人里面，我们分析起来，大概有一半，有一半是在家里被蚊子叮到，才得了登革热的。为什么是议会做这个决议，会当让你去听趟咱的台南市的市民？你为什么一直都无爱做？因为政府哈、哦、要给的话，一定要是可归责于政府了、啊、因为登革热是社区传染病。自己居家的环境，甚至户内的环境都很重要。你敢知咱呐一当的跨年呐吼？哎，预算爱开偌济？大概700万吧。700万，包括民间的赞助偌济？民间至少2000万呐。应该没有那么多了。好，你敢去开这个钱？烟火式的？我们没有放烟火。好，没有烟火式的，烟火式的，就是讲安尼办一个活动安尼。那个都10几万人参加的，办一个活动，你开遐尼啊济钱，你唔甘愿，而且佫无违法，这地方自治法议会就已经做个决裁示了，你不做。如眼跨年晚会背后的最大意义是让年轻人认同这个城市。对了，我感觉啊吼，是，在这个过程中吼，我一直在怀疑我自己，过去为什么我你一日担任？立委的过程中，我感觉你真好。可是这段时间，我认为，在这段时间的认为感觉上哦，不是像过去的这样子，是你错还是我错？我不知道。无定是误会啦。哈，无定是误会。凡是过去，也是过去无捌，唔捌你无够亲嘛。我希望讲吼，我今仔日咨询吼，是对你有帮助的。我希望吼，其实我希望每一件代志拢双赢啦，对我有帮助，对你也要有帮助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台南市吼，我跟你讲实在是，咱只能讲吼，实在是足善良的，啊，搁刻苦耐劳，搁较实在，大家拢在你遐支持你。是，吼、哦，对市民的支持，我是真感恩呐，所以我会加倍拍拼，回报因的支持。我这一张单吼，嘿，迄个有关的着，拢无礼拜二会是232天哦。你要解释啊？迄是我本人啦、啊。你本人啊，伊嘛无伊，啊伊靠礼拜，伊嘛无礼拜啊。有啦，迄、那个委员会时阵，因有礼拜，技术所长。委员会是啥物人开委员会啦？佮无开委员会，委员会，恁无礼拜是咩开委员会啦？有啦。我甲你讲吼，无啦，恁个今仔日你们。你个假者，现在看唔敢承认嘞。我给你字条的人物弄错了啦。你可以，你无，我跟你讲吼，市长摸一下良心啦。台南市民伫你20多天来吼，对你的疼痛吼，如果你今天你在要回到你们台北县新北市去选也好。我相信台南市民应该拢也是给你鼓励。多谢。吼，你无应该安尼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伤害台南市民啦、啊，我认为啦。迄、那个罗议员，我甲你说明较清楚诶，地方制度法48条，是咧讲市长要向议会提出报告，委员会开议的时候，局处首长要列席备询。我们这是根据 地方制度法48条，他们都有进来。我跟你这会后吼，你也当过查了怎样？你公然的违背民主的那种程序啊，公然呐、啊，那是一种政治改革了。满口的仁义道德，你讲的讲我是为了民主，在民主的前提要有法规法律啊，难道不用
唔免法律甲你约束吗？你敢要治民主吗？你敢要治你所要治的物件吗？我知影即马社会的氛围啦吼，尤其台南市啦，恁民进党的如日中天啦，我相信大家拢知影。可是我希望恁有当得到人民对你的爱戴，不要拿着这个人民搁欺负人民啦。不会啊，你听我意思无啦？因为总统也有交代，哦、就是大家都要谦卑面对民众。好啦，你莫个谦卑啊！你讲我若听到你咧讲谦卑吼，你讲的每一句话吼，我实在是，你看你看你这段时间呐、啊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面型已经改变无？你有感觉无？我无感觉咧。哦，你无感觉。嗯、你若有机会吼，你去那家己照一下镜，深看一下自己。看你过去的相片，甲即卖相片，哦，啊，来，那个我请问一下哈，市长，是2206的地震，而造成这么大的伤害，可、就是迄段过年迄段时间，那维冠大楼倒塌以后，好多的媒体报道。而涌进很多的善款、捐款，哦，所谓的捐款哈、哦，就是无私的奉献。那我请问一下哈、哦，你这些捐款哈、哦，是用补助还是补偿？补助，补助因嘿。你是补助因嘛哈？因为这不是保险嘛，啊嘛不是可归责于政府，哦，而且是来自民间的善款。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帮助，通通都是补助，补助性质。那你为什么参照补偿条例？伊总是要有一个计算办法啦，计算的标准啦。因为房子，他这个房子倒了，我们要怎么样给他钱？要一定要有一套标准，所以我们准用了、啊，准用、這個。你一套标准吼，你也不要用补偿的条例嘛。你用补偿的条例吼，你把家己白家吼，要伸手伸脚。弄很多的障碍，这些捐款人吼、哦、是要帮忙家受灾户能够重回他的家园。这个你像维冠大楼往生者，你一个赔300万，是不是？诶，诶，你唔是赔啦，就是补助伊三百万，慰问等于慰问金呐、啊。你我有讲过，你这个慰问金，你用你讲是讲补助。你用补偿条例去改做，补偿条例是咱在征收土地，唔好用补偿条例。哦，没有那个，如果是死亡，你用征收土地来做补助的工课，迄敢有合有适当吗？搁而且，那个善款是40多亿，以你现在的方式做法，啊，搁20几个用不了，用不完，啊，你20几个是要叫侬家己吃苦哟？不会，那个卢远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哎、嗯、是。你今天当初最终这些捐助善款的，是要让家2206的这些受灾户能够再重回往后他们的一个家庭。你像那个维冠，你一赔赔偌济？53000，不垫到58000哦。你讲维冠大楼嘛？系啊。你若讲迄个厝壳啦。那个厝本身建筑物本身是参照这个标准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你为什么要参照这个标准呢、啊？我一直跟你讲，因为这你身为一个市长，咱人善款这钱是要帮忙因再重新再恢复。结果你不是你家己白卡白手，你一平53000，一间厝30几平，卡赔就100几万，免哪去啦？嘿，有的厝还搁咧贷款呢。你赔100几万免哪去啊？土地伊迄无对啊，厝免哪去？厝免哪去啦？因为咱是就现有的房屋价值。哦、再来，我请问一下，你看高雄市啦，高雄市的气爆，往生者一个800万，一个赔800万。当然，高雄气爆它里面有包括李长龙化工，一个赔600万。可是因的善款，甲咱比起来天差地啊！如果咱家往生者一年也赔800万，咱的善款还足足有余嘛？
你莫感觉讲摕互因是惊讨厌嘛？你茫这个心态。我也不会这样觉得。哦，你那就干嘛讲他们予取予求？不要这样子。当初人家看到电视就是要帮忙这些受害者，是这些那个地震的受害者嘛？啊，你结果你无啊？卢议员，我这四十几亿呢，我们都一定用到地震相关。我跟你讲，地震相关有好几种，人那是要帮忙者实实在在受害者，结果你听讲啊，要去侦测异化土地异化，没有用那个钱，没有那个钱，好、哦。没有啦，这些钱都是要花在他们的身上。哥哥，你别给我挪去讲有关于地震的什么什么什么。没有了，我们没有这样做。这样你根本通啦。没有这样做。而且这地震这钱还佫二十几亿，用还袂完，唔知要哪用。我即马是咧讲，你是用补助，不要用补偿的方式去给他签字啦。我今仔日要来关乎高龄医，我要关一百块嘛会使，两百块嘛会使，三百块嘛会使。你们的机制是用什么标准？安尼尔嘛？你用这个家己白死家己，你敢知影？你包括后来，你即马用这个新办公共工程的补偿条例，包括阮五期的大楼这個，你想讲大楼确实人因的厝，拢因为这个地动，嘿，因为大楼二十几楼嘛。啊！伊个损害是有的是内底住户嘛，有的墙啊内底嘛破呀、壁里啊，有的倒要倒啊，唔正倒啊。可是结果无影响，这你嘛无爱赔。啊，因为伊无，阮有请技师去看。啊！你别讲单、黄单、甲黄单，都是结构有问题呀、啊。啊！你讲安尼是变安啦？结构有问题是红单呐、啊，那黄单不一定要结构有问题。对嘛？啊！我即摆甲伊讲，叫打黄单，伊讲袂使。恁若打黄单，恁来搬离开遮。啊，人迄规片壁拢卡落来，佮顶在顶座嘛无赔。以前吼，安尼你到底人甲你，人要当时这些善款人捐助的这些善款，他们的初衷是要帮忙这些住户，结果帮忙袂得。以前你甲家己用一个叫做补偿条例，安尼白一个白迄个。市长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我到今嘛还阁想无，你敢知影？你这个钱，你敢袂？你嘛无得电量落地啊！啊，你讲你要囥到市库，啊是讲要囥到后一个地当人使用嘛袂当。啊，你开，你开个爱 Q， 你开个爱火车，这些地震的受害者家来，逐工来甲你怨叹。因为吼，这边地当，阮大概开放两礼拜至三礼拜时间。予市民来登证啊，拢共有五千几户，工务局五千几户拢有派技师去看过，较危险的，结果安全有问题，就是红单嘛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吼，主要话、啊、是主要较轻的，就是爱家己负责。恁呐吼，恁家己想家己对啦。我讲的是来自地方的声音呐。你如果要接受的话，我希望恁有足侪人通去问啦。哦，啊，恁家己吼，不要老是认为说你们自己是对，还是要多听多闻呐、啊。刚刚讲一句话啦，吼、哦，如果照刚刚卢议员的方式，四十几亿也不够啦，五十亿也不会够。什么五十亿不够？你起码存二十几亿，靠人做代志存安尼啦。今天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这套标准合理的去慰问他们，啊，无人在存二十几亿的啦。后续 还有用的地方吗？后续是你家己在讲的后续。你以你现在的标准，这二十几、二十亿也没完呢嘛？你后面还要再补一些那个动作啊？你耶，你即马个想还袂出来？我感觉吼，这受害者实在是，我听实在是根本听出不通的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我过来请教吼，你谢龙介甲你问讲日本啊，啊，你甲日本来讲是你的好朋友啊？你即摆阁回答一下，谢龙介没有问我这样的问题啦。有啦，你敢我调大起来看？他没有问这样。你讲日本人是你好朋友啊？我说，日本人本来就是台湾的
厝边嘛，我那是应该爱做朋友吧。好，再给一分钟哈。日本人哈，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哈，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啊，比早的前二十年吼，害死咱四十几万人啊，包括大巴黎事件、西来安家，包括嘉义大屠杀、北河大屠杀家。啊，台南市啦吼，害台的将近要十万人啊。日本人吼，甲咱嘛无邦交嘛。啊，你讲日本人甲恁作好，佮你的好朋友，我听袂落去啦。日本人过去的行为吼，是霸道，佮残忍。你敢知影伊个台死大巴黎遐个人是台死，佮个浸猪笼，台死了后佮摕去。玉祭庙口示众，恁即马甲日本啊，恁即马互我感觉恁日本人。好，再给最后一分钟了。谢谢主席，感谢主席。你敢知日本人吼是外恶极？啊，恁即马民进党的吼无一个敢讲日本人的唔对，说甲日本人当作阿公咧服侍。包括前几天的冲刺鸟礁，无一个敢讲，咱的船仔去到遐去用砍哩，咱阁爱摕钱去用套转来。因地动，咱就去捐七十亿；咱地动，因来捐三千万。这种互相的对待，你讲日本人是你好朋友？我们都应该把日本、中国或其他的国家。都应该要，这给咱欺负这尼啊忝，伸出友谊的橄榄枝啊！给咱欺负这尼啊忝，啊！你认贼作父，欸，你这句话无适当哦。啥物无适当？我讲你认贼作父啦！你对你不能够我好。好啦，我多谢啊，咱卢坤武议员的质询啦，哈。哦，啊，其实哈。好，来，咱今仔的时间吼，即阵的时间，来到这吼，咱休困到11:40，吼，11:40，佮佮继续咱等一个自由发言吼，即个即阵吼，多谢大家。